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ummer。来，今天我们找一台坦克来玩好了。这边的话，今天不要玩吃鸡，今天选一台七级的那个三兄弟来玩。这边的话，狼德古拉的话，好像上次好像有做过那个三兄弟合体。我们这边的话来狼人嘛。OK，好，我这边的话来玩驱逐，很久没有玩驱逐坦克了。它的装备的话，应该不用再调整了。OK，好，就这样吧。OK，来进一个战斗。七级的那个猎人哦，幽灵工厂，八级房哎，我好糟糕，来这边的话金币弹伺候，对面的话，哇，OK，行，我们小班来 KV5 SU252U 哈，然后老虎一，OK 哇，好久好久没有看见这些坦克的来。七八级房才会看得见的哈。这边的话，对面的话，中轻型太多，三台那么多。我这边的话，打一个什么位好？我们打一个这个位好了，看看这个位能不能有效的阻击到他们。先等一下，8.9秒，而且是一个双炮那个弹夹，基本上的话。它算是很特别哦，在我们闪击战的话，算是唯一一台这种特性的那个坦克哦。对面的话来，哇，我天啊，来喽！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他们的中轻型坦克非常的急哦。我们这边的话来，我天啊，来，他们急到我都想要冲了。这边的话，他们的 S3 是出现在了这个位置。我小伙伴的话来，我觉得。驱逐坦克只有一台嘛，驱逐坦克都发现了，所以这边的话其实很好打。我们来处理他们这一台，来这一台，这一台，然后，哎呦天，来刷你，哎呀我天，他开炮了，他开炮就危险了。来，我们小班可以处理他，躲他一下。OK，哇，我天啊，来这台，哎呦刷你两炮。OK，他那台没了。然后他们的 NX1375 的话，想要针对我们小班，你连续打吗？来这边的话，给他多两炮。OK，来贪心，被我们带走了。这边的话，来这台也没有血量，然后对面的那个 P44 也没有血量了。能冲吗？感觉上是可以哦，看怎么冲。他们的重型坦克的话，来，不要贪我大哥，来，不要，哎呀，我天！挡好挡满这边的话，来他们的 SU152，好好瞄准，给他一炮，给他两炮，给他两炮，不是一炮。小伙伴这边的话，来我们的一，我们的那个252大哥，然后这边的话这一台，OK，来五角不够，OK，来刷两炮，一炮没穿，一炮穿，他还没穿我，也可以哦。我们这台的话，两炮装的话，装填算是非常的优秀的哦。这边的话，来小伙伴，哎呦刷你两炮，418。来，卡他一下，卡他一下，卡他一下！哎呀，漂亮！哇，我天，炮塔飞高高，那哇，碾压吗？来，第一场我们的猎人哦，取胜了哈！这场的话很多那个不确定性哦，他们基本上也是打得乱来。来我们这边的话，还算 OK。发现一个敌人补助676，打了1801哦。这边的话，金币坦克是不会亏钱。哎，这场的话赚了5万的那个银币哦。海军前沿，八级房，哇哦，一直是小弟，来小弟就好好的补助小伙伴吧。这边的话，我们的大哥是谁？哇，我们大哥是一台那个什么？OK，行。这边的话，T25。LTG，然后哇哦，金币坦克一堆耶，T71 哦，哇哦，T71 是很少见，而且 T71 还是一个组队哦，跟45TP 组队哦。来的话，来先点亮他们，看一下是我被亮还是他们被亮。我们小伙伴这边的话，来两台驱逐坦克，旁边出现了一堆人，老虎一也在那边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这边的。来。我们小伙伴那边的话，要稍微的退一下，他们应该是打一个一波流啊，坦克一压一个前线了，哇，我天哪！来这边的话，好好的看，好好的瞄准他们的老虎，老虎来，这台老虎，哎呦，来刷你两炮，他急了，他这边的话，哇，直勾勾的冲啊！我们这边的话，来假装后退一下，还在冲，
哇，天哪、啊！哇，这个坦克，哇，这个坦克，坦克，这个大哥你怎么来？他直勾勾我冲哦！我的天，来这边的话，给他两炮。他现在的话，他们没有退路，他们这边的话只能冲了，而且是乱冲哦。他们那个老这台，下面出现了两台，来我们这边的话回去防守一下。T71，我们的 T25 这边的话危险了，这台。来打他，来把他烧掉了。OK，行，他们这两台组队了，我觉得我小伙伴那边的话很安全，我们优先来处理这两台，来优先来处理这两台。这边的话切一个那个什么，切一个金币弹哦。哎，来这场的话应该能赢啊，他们的坦克的话应该大部分都在上面哦。老虎二的话是完全没有机会了。这边的话来 SUE5，我好好瞄准，给他两炮，380的伤害。OK，来老虎二没了。这边的话，三台我们来处理这个。哇，OK 哦，你好痛哦，720多。我躲了他小伙伴一炮，然后我这边的话，我的 S3 要动起来嘛。我 S3 这边的话要动起来，我们的话再绕一下。这台152的话是一个大哥车嘛？不是，这个是小弟。可是他打得很痛哦，他用了一个，哎呦我天，哎呦我天，哎呀我天。算你狠，OK，来算他狠，哇哦，他这边的话转身下来直接给我一炮，OK，行，哎 他还是起到了他的那个作用，他把我带走了。来这边的话剩下他一台小伙伴，我刚刚本来想要来抓这台他的小伙伴，被他拦下了，来靠我们小伙伴了。我们的 S3 的话装填非常非常的慢哦，这应该是在练车哦。S3 的话是往什么路走？S7 吗？哦，对哦，对 S7 哦，来我们二连胜哦。2206，这边的话来小伙伴很不错，发现一个敌人没有补助，OK，行，这场的话应该也是没有亏钱哦，3万比第一场少了蛮多的，不过他都是不会亏钱，只要伤害有打一个1000这样出来，然后能赢的话就不太会亏。T49，然后 AT15 T44组队，这是一个8级房，又是小弟，哇，我连坐3场小弟了。这边的话，LTG 我，然后那个，OK 是8级大哥。这边的话要怎么打？我觉得我们来这边等看看好了，来这边等看看好了。我觉得很危险，来这边的话先瞄准一波，好好瞄准我们的 LTG 他们的那个 T49 来了，然后 T44 来这个位，OK 可以。NA41，哇，我的坦克全部好陌生啊！来这台，这边的话来吃炮了，他吃炮了，然后我们给他两炮，给他两炮，然后152开了一炮，T49 这边的话来我们的那个什么 LTG 非常的危险，LTG 非常的危险哦，我们的小伙伴这边的话，OK，另外一边呢，哇，450谁打的？我们的重型坦克那边的话。也算小小的危险。来，他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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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OK，他要来。来拦他一下，拦他一下，他要来。我们小班这边的话，来这一台。不太行，我这边的话要冲。来，我们这边喊小班进攻。我觉得这场要冲。老虎在这边。给他老虎两炮，他们的 LTG 冲了。我帮哪？我该帮哪里？我这边的话啊，来，我帮这边好了。来这一台先带走他们的那个 AT10，我们的175TS 哦，175TS 非常的危险。这边的话要快点先来帮小伙伴，来打他两炮。我们的252装填的话，很像还没我快好。我们的252装填很像没我快好。要帮吗？来，先帮好了，怕他不穿哦。然后这两台的话，OK，送给我，我天呐，来，还好我们有动哦，直接往这边走，剩下一台重型坦克了，这一台，来，好好打他，给他两炮。252小伙伴的话，来，小伙伴都来了，这边的话来已成定局哦，这场的话拿下了，来，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
哇，近距离的一个后脑勺哦，阻击哦，来三连胜。2178来中途打了一个快速的突袭哦，这边的话我们的175TS 组队的小伙伴玩得好，诶，来给他一个赞，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小伙伴 S6 的话是没有打出一个伤害来，应该是很早就被集火带走。这边的话他们的 AT15 靠着一个好装甲跟高 DPM 哦，打了一个第一名哦，没有发现没有补助打了2178。欸，我们的 LTG 小伙伴来给他一个赞，他算是 OK 哦，算是一个功臣。我们这边的话三连胜哦，七级房哦，我天哦，基本上七八级房的话，你只要拿出一些强势或者是有特色的坦克，基本上都会玩的蛮欢乐的哦。像我们这一台的话，它的属性就是比较偏向。基本上它是一个弹夹，不过它是一个连发弹夹，而且不用你一发一发开哦，它是一次开两发哦。在我们闪击战里面的话，它应该是唯一一台这种系统了吧？对哦，它是唯一一台这种系统的，所以它基本上也是一个很强势的存在哦。不过它是一个七级坦克，算是一个小地车啊。这边的话来，哇，我连续四场当小弟了，让我当一场大哥会怎样？这边的话来。给他两炮，给他两炮，给他两炮。小伙伴的话来，哇哦，这哇哦，我们的天蝎来，改天有机会来玩天蝎哦。这台天蝎刚刚给了一炮，很关键。这边的话来占领，先占领。这场的话不急，感觉对面的话也不太急的样子。我们这边的话来先占领完，看一下，等一下危险的时候能不能靠一个分数进行一个翻盘。这边的话来他们的坦克的话，我需要视野，可是现在的话是没有视野的。他们的这一台的话来在非常非常的远哦，然后这台的话在这边来，这台吃炮了。我这边的话，哎呀，来小伙伴们都吃炮了，然后他们的小伙伴不是我们的小伙伴哦，哈哈，来这边的话往前压。驱逐坦克的话在哪里？来，哇，一台 SU152，这台 SU152 在这边，来慢慢的压过去，先抓他们这一台来，对，好好瞄准，先抓他们这一台。OK， 这一台没血，天蝎的话要跟我打一个配合吗？我们一人一炮能把152带走吗？你一炮我两炮来，我们哎呀，我们的天蝎没穿，我们天蝎没穿，不过这台152好像有点呆呆了。来，小朋友开炮，这边的话来，你没机会了，好好瞄准。把他带走 ，OK 哦。今天讲话要小声一点，现在是晚上的时间哦。如果有看战斗时间的话，小伙伴应该知道我现在是晚上，半夜在玩。然后这边的话来这一台，打，这个小混蛋哦，他这边的话是没有去点亮，然后躲在家里进行一个黑箱。来，带走，带得好。两台的话应该在正前方这边来了一台 SUU 啊，好好瞄准，给他两炮，吃他一炮。哇哦，甩一下，哎呀他。他打谁？他打那个天蝎吗？他这边的话，他没打我的样子。来，他没了。还有一台 S5，OK，S5 这边的话是冲到了一个极限了，冲到我们家这边了。可是他的小伙伴很像压根没有几台跟着他哦，剩下他的来，他要被带走啊。这边的话他是往前冲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来赶快上去，金币弹，好好瞄准。OK， 来有一炮有穿。我打中了你。OK 好，来哦，现在的话四连胜哦。我的天啊，好玩好玩，拿来刷那个胜率的话是还不错的哦。这边的话来，小伙伴252U 的话来很强势哦，打了一个3000的伤害，哇哦，这边的话给他太多的时间，我们的小伙伴打出一个3000的伤害，发现三个敌人补足1600，我还有发现三个敌人。OK， 好，来连胜哦。这边的话一样哦，都是不会亏钱的。如果有缺硬币的话，有这台的话拿来赚钱的话是蛮好玩的。以前这台的话算是很特别哦，很多人喜欢哦。自从那个坦克越来越多后，它就慢慢开始比较少人玩了。而且刚刚下来的话，很像每一场只有我一台而已哦。这边的话来，对面的话有组队的。哇、wow ，这场危险了，这场可能会输。对面组队的很像是会玩的，我们这边的话呢 ，S 5跟152，
可以可以。小伙伴有点呐、啊，要小伙伴要点亮嘛？来这边的话，来上去了，上去了，两台一起上去吗？哇，我天啊，来两台那个中型坦克一起上去哦，这边的话很危险，哎，赶快躲他一下，来再躲再躲 再躲再躲，他们的话很强势，来这台，哎呦我天，来先刷他，先刷他，冲锋哎，来冲锋，让他冲，这边的话 我们要小心，小伙伴的话，OK，小伙伴压力很大，我们这边的话来打他，断他履带，断他履带，断他履带了。要小心他们的那个，他们的坦克的话压得太凶了。这边的话来，我要切一个那个金币弹。我们的152在这边哦，来看一下，来再躲一下，再冲吗？还冲吗？来还打我，100多100多来这边的话，哎呦我天，他一直在打我，我们要躲。哇，我天啊，后面有两台，哎，有没有搞错？来这场的话危险了，我已经被带走了。然后他们的坦克的话，哇，我站在一个那个位置太显眼了。T28 来弹夹型的那个核动力战车哦，他们这边的话，哇，OK 行，来这场的话要靠我小伙伴的，哇，好漂亮，152爆了一个弹药夹，他们这边的话不会说有太大的优势，我们的 S5 已经压到这边了，来这场是一个混战哦，KV3。哇，OK，我们的 MVP 应该是这台 T28，能不能赢靠这台 T28？他们的小伙伴的话，来回到 KV3 这边，KV3 后面来人了，来回头给他一炮，给他一炮，大哥，哇哦，你车转炮塔没转，他宕机了吗？来，我们这台 KV3 宕机了，哎呀，糟糕，糟糕糟糕，我们的 KV3 宕机了。不过这场的话，哎呀，行，竟然还能赢诶，来这场的话很像能赢的样子，他们的话来那个。我们的 T28，我觉得我们看 T28 好，T28 比较好看 这台我没有，如果这台有的话，我一定会和小伙伴分享。漂亮，哇哦，这边的话运气非常的好，对面那两台很像是会玩的哦，应该呀、啊，我没猜错的话，这边的话来我们的152，来一波681，可以，哇，这样也行，来漂亮，nice，哇，OK 哦。哎，来，我们捡了一个便宜。我们的小伙伴这边的话，意外的强势哦，599，哎，这个就要亏钱了吧？来看一下，哇哦，还是没亏哦。你看哦，还是赚了一个9800哦。不过是打赢啊，如果打输的话，可能就真的亏了。哎，还是很好赚钱。我们这边的话，152跟 S5 的话，两个组队打了一个配合哦。来哦，给他一个赞哦。我们今天的话，靠他们。哎，这场的话不用输，他们的那个 OK 哦，来，哎，是会玩哦，因为我通常的话都是看一个那个什么，哎，来，这么对面两台的话是会玩，不过我们这边的话运气非常的好，然后还有 T28 这边的话是，虽然说他们都走一个 AB 点了、哦，不过他们那边的话，小伙伴也有走 AB 点，所以算是没有吃亏哦。来，现在的话是5连胜哦，我们的。我们的猎人哦，来，我今天的话 ending 场了，我们加油一下，看能不能全身而退哦。现在一个大半夜排队的玩家还有100多个，可见这游戏真的有它的魅力所在哦。而且它基本上 PC，然后掌机游戏、手机游戏、电脑，哎，基本上都它都有涉猎哦。这边的话。中清醒三台嘛，哎，危险！中清醒太多了，我们那边有一台 T200STC 哦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占领战哎，我这边打酱油好像怪怪的。Ending 场来，我这边的话，我们看一下他们会不会就是不敢点亮，然后跑来一个重型坦克位。我来这边，反正这边的话有站一个人是不错的，而且我驱逐坦克嘛。来，他们的那个德古拉，德古拉来了，德古拉，德古拉在这边。来，你有本事你再上来一次。这边的话，他们的那个退都退，然后152在这边呢，这一台，好好瞄准。都退了吗？他们很像都退了。这边的话，来德古拉，德古拉又出来了。
来弹夹坦克，弹夹坦克。危险危险，他们那边的话，中型坦克很像乱来啊，中型坦克很像乱冲啊，这边的话来要小心。早知道我去这边哦，早知道我去那边来，不能等了，不能等了，我们这边的话要上他们的那个，我们的 T28 没了。T28 没了，这边的话 4502A 我被亮了，被亮了，来躲他一下。驱逐坦克偏多，然后这边的话来 4502A。没穿 ,263 哦，我这边的话来小伙伴打起来。我们也上，我们也上，这边的话来他们，我们的 IS2 这边的话来给他两炮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，对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不要让他们拖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台小伙伴没了。这边的话，来这一台。哇，我天哪、啊，来他们的那个，危险了！来、我们的 ending 场要输，我们的 ending 场要输。哎呀，我天，来，糟糕糟糕，他们那边的话，我早知道去打上面的位置。下面的话，重型坦克打了一个寂寞。哇哦，好可惜，这边的话来。这场的话应该是没机会了，我一个人打六台不太可能，不现实。我们的小伙伴的话来这边的话，这一台应该是跑了。现在的话是在玩一个占领，我们这边的话来慢慢的爬过去看一下。来这边的话有一台，哪里准啊？根本就没穿好不好？这边的话来他们的那个坦克的话 ，SPG 这边 SPIC 来了 ，SPIC 来了，这边的话危险了。SPIC 在这边，然后这台的话来，哎呦，还有还让我打到一炮，再躲一下，再躲一下，来被亮了，被亮的话就躲 ，OK， 他们的这一台没了，然后 BC25 来 ，BC 来那个 SPIC 哦，这边的话来哦，好好看，驾驶员阵亡，这边的话来后面有人，前后都有人，要凉要凉要凉，这边的话来他们的德古拉。哎呀，我天！OK， 好，来这边的话 ，ending 场是没办法了。我们的 VK101P 哦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一台，来加油，尽量的再争取一点伤害吧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 ，OK， 要凉了。哎呀，我天 ！OK， 我不对哦，我怎么会判断他们会去一个重型坦克位 ？OK， 我并没有，他们这边的话就是硬打硬哦。我刚刚如果有上去的话，可能那个效果又不一样。来，我们的 ending 场、每次都是这样。OK， 来，没打赢这边的话 ，1089 打了一个寂寞。我们的小伙伴这边的话是被冲没了。T28STC 哦，这一台哦，哇，应该是乱冲被集火，它是一个没炮塔的。这边的话来发现一个敌人补助零哦，打了1089。OK， 好，来我们今天我们小小的七级坦克猎人这边的话是赢了五场，输了一场希望小伙伴看得开心也祝大家游戏愉快。下一期的话，我会再做其他坦克的影片，记得帮下面点一个赞，你们的点赞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这边的话，感谢大家，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喽，下一期见，大家拜拜。